八一正无碍，无碍现一故。什么叫一呢？一就是这个气世界，叫一报。什么叫正呢？正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它叫正报。正报必须要依赖这个以报而生存，所以它叫以报。咱们这个正是受报的这个身体，它叫正报。那么按照凡夫来讲，有正报以报分得很清楚。要是依照诸佛这个一正二报来讲，一就是正，正也就是一，一正无碍啊，它即身即度，即度即身。它为什么呢？前面讲那个实身，那不就有一个果度身吗？那果度身那就是一报的身。佛呀，它可以化作种种的形象啊，可以化变成一个太阳啊，来照耀众生，又可以啊化身作一个月光照耀众生啊，一切的星球啊，这个地球，这都佛的化身变化的啊。它会的变一条河啊，变一条江河湖海啊，变那个一个大海啊，那个大海里头也有很多众生啊，它在那个教化众生，变成一个山啊，山上也有很多众生在那教化众生啊，它或者变成水，或者变成火，或者变成风啊，或者变成地，这地水火风四大都是佛的法身变化的啊，一切河流。所以这一不爱正，正不爱已，仪正啊，原用无碍啊。他愿意做仪就做仪，愿意做正就做正。不碍现已故，可是啊，他也不妨碍现在这个已报啊。不会说他的仪就是正，正就是仪，把这个把我们现在这个已报没有了啊，把他障碍跑了。不会障碍的，没有妨碍的。所以这个圆融无碍，无碍圆融啊，这种的境界不是凡夫所能明白的。所以我越讲把你们讲的越糊涂了，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啊？你要想明白，那就要修苦恨啊，不要怕苦啊，不要怕难，不要图舒服，不要求现在的自在，现在的自在将来就不自在，你现在不自在将来就自在。这个道理啊，你们各位参一参，看看明白不明白。这个你要明白了这个法就很妙，不明白的这个法也还是妙，不过你没明白。潜入无碍，入众生界，入如来藏，随作众生不持自性故。这个地球啊，是潜入无碍，
这个怎么叫潜入呢？潜入是人不知不觉的之中，就入入什么呢？入众生界，入佛界，入菩萨法界。潜入无外，你虽然不知不觉，可是啊，他还一样平等的潜入。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大海水一样，潜入到这个大地里一样。所有的地，你只要把它掘开，都有水。这个水呢，都是从这个大海潜入的。虽然大海潜入这个大地这个水，但是它也没有潜入的想，没有说我这个水呀、要潜入你这个大地去。入汝来藏，这种呢潜入的性呢，在这个潜入到众生里边，也就是这个如来藏性，众生也潜入到佛的里边去。所以众生和佛为什么是没有分别呢？就因为啊，是一样的，在佛的份上是返本还原，回复啊这个如来藏性。可是在众生的份上来说，他也没有失，所以说虽然做了众生，还呀没有失去这种的潜入的性。好像那个大海里边呢，因为有风起了波浪了，无论你是波浪也好，是水海水也好，同啊有一个湿性，有这个湿性就譬喻啊如来藏性。那么有波浪，这个湿性也没有湿，是这个就在水里边也没有失去这个湿性，所以那么众生的如来藏性和佛的如来藏性都是一样的，就因为我们没有明白，没有能返本还原，所以呀、虽然有如来藏性，自己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听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知道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如来藏性，人人就应该啊把这个如来藏性找出来。咱们找法呢就是修行，就是啊用功，你用功修行开悟，这就得到啊如来藏性，
明白本有这个佛性。故出现品云，佛智潜入众生心。又云，众生心中有佛，成等正觉。因为前边所说这个在众生的份上也没有失去这个如来藏性，在佛的份上也没有多了啊一点点这如来藏性，在众生的份上也没有少了一点点。所以在出现品呢，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出现品有这样的经文说，佛智潜入众生心，佛的智慧潜入众生心啊。那么又说在这一品里又说，众生心中有佛，成等正觉。佛的智慧每一个众生心里都有，都有这佛的智慧。在前边那个破尘出经那一段文上不说过啊，入有大经卷啊，充满一切尘，这个尘呢，一切微尘里边都有这个大经卷。一切的国度微尘都有这个大经卷，可是愚痴的人不知道，不知道在这个微尘里头有这个大经卷。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净眼弃明见，他看见这个大经卷了啊、哦、这个大经卷在这个微尘里头呢，他破尘出经卷，广饶益众生，佛智已入世，佛的智慧呀、啊、也就是遍在众生心，在这个众生的心里头，妄想之所缠，由这个妄想给缠住了。你说这世间的人无论哪一类的人都有他的妄想，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妄想，大人就有大人的妄想，男人就男人有男人的妄想，女人就有女人的妄想，小孩子什么妄想他大妄想啊，要吃牛奶或者想吃糖回来想到各处去发找一找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没看见他要找一找。这大人就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呢我怎么能发财，怎么我可以呀、富甲天下，我这富贵呀、在这个世界人里边我是最富贵的
不但列为这个十大富翁之一呀、啊，啊，甚至于十大富翁都没有我一个人那么有钱，啊，怎么样？他打这个王强，好像那个安纳西斯，他也打王强打得发财的，啊，他弄一条烂船，烂船啊，以后。做生意赚钱又买一条好船，好船啊，有了一条好船就又买十条，十条买一百条，一千条，哇，现在变成一个轮船大王啊，这都打王强打成的啊，中道，你说是不是？你要不相信你研究研究，男人就打男人的王强啊，女人就打女人的妄想，男人的妄想是什么啊？男人虽然说打男人的妄想，并不是这个、啊、他想的是男人，想的是女人啊，男人就想女人，女人打女人的妄想也并不是想女人啊，他就想男人啊，就想啊，啊，这个男人怎么好，那个男人怎么样不好，啊，就打这个王强。我们学佛法的人呢，就打学佛法的王强，说啊，那句佛经怎么讲？啊，那个字念什么？啊，打这个王强，怎么样翻译？这其实这都是妄想之所缠，因为被妄想缠住了，不觉已不知，在这个境界上他不觉悟，不觉悟这个就是妄想。那么说不打妄想我就不会呀、啊，啊，你要能不打妄想你就会了，啊，能不打妄想呢，本有的智慧现前，就是这个佛智啊现前了，佛的智慧现前了，嗯、啊，那时候你无师自通，不要我给你们讲，你们自己就会了，自己就明白了，哦，这就是这么样，这么一回事，不认，甚至于这个字不认识，嗯，也会讲了，也会说了那个字。那么为什么呢？就因为你有这个佛智潜入你的这个心里，你把能把妄想除去了，那就是真正的智慧了。所以就是佛智潜入众生心啊，佛的智慧就像大海水似的，流到四天下去，流到四天下去，然后又流到啊每一个有水的地方和没水的地方，每一个地方它都流到了啊。所以说又云，在这个出现品上又说，众生心中有佛，在众生啊那心里边有一位佛。所以有人说啊，心即佛，佛即心，你拜佛到拜哪一个佛，你自己心里就你这拜佛啊，你心里有个佛了，心里有个佛，你拜这个佛就是你心里那个佛，你心里的佛也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也都在你心里，你心里要没有佛，你就不会拜佛，不会拜佛啊，你心里这个佛是不是跑了呢？他还没跑。所以说一切众生心里有佛，在那儿啊成正脚，成正等脚，就是啊
他成了菩萨，又成了等脚菩萨，又成了妙脚菩萨，在你心里已经成佛了，已经转法轮了，已经教化众生了。不过你不知道这种的妙处。有的人就说了，说方才啊，法师你讲打妄想，真是这样的，我就是打这个妄想。不知道你是真知道了，还是猜着的呢？不知道是不是给我说的呢？我这个妄想打的一些个不干净的妄想，做了一些个不干净的事情，也就是啊不守规矩。但是我不守规矩，这是又一回事。我不希望啊你知道，这又是一回事。我就做错了事情，我不希望人知道。虽然你说我打这个妄想做了不干净的事情，大家也都是啊这么猜测而已，不是真正知道。那么这还既然不是真正知道，我就不要坦白告诉你，还是啊这个错了由他错了啊，不干净啊也就让他一天比一天多一点了，那没有关系。你叫他一天比一天多一点这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一天比一天就愚痴一点，就黑暗一点。你这个黑暗到几点了，就要跑到地狱去了。到地狱那时候你知道了，啥我知道这样的，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这么黑暗的一个地方啊，我应该早忏悔咯，我早坦白呀，向某某法师来忏悔，来改过自新。可是那时候啊一点用都没有了，后悔已经迟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管国家的法律怎么样，国家的法律说你杀人犯罪，你将来要做监狱，我不信什么叫监狱，我杀人还是杀人，随便就杀人，杀人就被警察拉去就关到监狱里了。他这时候说，哎呀，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再不敢杀人了，你把我放出去了啊，我再也不杀人了。这个以前我以为你们和我讲笑话呢，开玩笑呢，现在我才知道是真的啊。叫这个法官呢原谅他，法官说，那你原谅，你能不能把以前你杀那个人叫他活过来，你开那个玩笑要是能叫你杀那个人要活了，现在可以把你放出去啊。这个时候他想尽方法，这我没有办法的，把我杀那个人再叫他活了啊。那法官就说，那我也没有办法被你再放出去了啊。结果法官也没有办法了，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了。就好像呢，你造罪业到阎罗王那儿求阎罗王说，啊，你慈悲了，阎罗王你是菩萨，你原谅我咯啊。阎罗王说，啊，你以前明知故犯，你明明知道做错事是不对的，为什么你还要做错事啊？
你要现在求我来，你以前要不做错事，不就没有事情了吗？他说，那我已经做了，有什么法子啊？你给我想想法子啊。阎罗王说，你再把你那个错事拿回来，做一些变成你没有做那个错事，可不可以？他想一想，这我没有这个神通，不行的。那阎罗王说，我也没有神通放你出地狱。就这样，这守规矩，欢喜守规矩的就守规矩，欢喜不守规矩的就犯规矩，我不管。这回皆大欢喜。愿以摄一切众生在一毛孔，善化天王缘，如因观佛一毛孔，一切众生系在中等。又以摄一切众生在一毛孔，要者他也能够摄一切的众生在佛的一毛孔里边，所以在善化天王他就说过，他说如因观佛一毛孔，说你呀，应该看一看，看一看呢，什么呢？看一看佛的一毛孔里边，一切众生系在中等。说在这个佛的一个毛孔里边呢，就有一切的众生，就在那块儿。那么为什么在佛的一毛孔里边有一切众生呢？这是摄用这佛的神通力量啊，摄一切众生于一毛孔中。那么佛的这种智慧也入到啊一切众生的心里边去，在这个摄众生也不妨碍啊这个佛的智慧入到众生心里边去，所以这叫潜入无碍，这种无碍的境界，是圆通无碍。为此佛神即离即失，即一即多，即一即增，即人即法，即此即彼，即情即非情，即深即广，即因即果，即三身即佛身，即十身，十圆通无碍，圆满，通是通达无碍，这圆满无碍，通达无碍。圆融而通达无碍，是所说的什么呢？所说的是佛身，就是讲的这个佛身。这个佛身呢，也就是理，也就是事。咱们说是理呢，佛的法身就是理，佛的报身和应身，这就是。
必记得。也就是啊，佛这个法身是一个的，赶这个化身呢是很多的，即一即正。这个佛的身呢，也就是一报，也就是正报。一不爱正，正不爱一，前面那个理不爱事，事也不爱理，即理即事，即事就是理。这个一多也是这样的，一也就是多，多也就是一，一多互相无碍。虽然一就是多，多就是一，还不相杂乱，啊，不相杂乱的。那么那个一也就是正报，正报也就是一报。这个正报不爱一报，一报也不爱正报，因为佛啊，这个身体不是就像我们人似的，就有个正报身体，佛的身体是变化无穷的，所以常常呢，他会的化化作日月星辰，来照耀众生。或者化作江河湖海来滋润众生，或者呀化作山河大地来生养众生。所以我记一记正，记人记法啊，佛呀是个人成的，那佛的法身呢是法，所以即人即法，即此即彼。此就是啊，这一个国度，他彼就是他其他其他的国度，有无量无边的。咱们说即即此即彼呢，在这个佛啊修成佛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佛说，佛你修行为什么你不修净土呢？这个净土法门这么好，佛说现在我不答复你这个问题，你从这儿啊向东方到这个一个国度里边，有一位佛在那儿转法轮教化众生，一问那位佛去。那么这个人呢就去问这一位佛，和文殊菩萨一起去。到那一问这位佛说，你这个净土是你信你的愿力所修成的，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不修净土法门呢？这个佛说，我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我，所以他这个我这个净土和他的净土是一个的。那么这个人才知道啊，这个佛的境界是圆通无碍的，所以说即此即彼。
一情即非一情。佛原来呀，也是个有情众生修行成的，因为他是有情，所以呀说即情，即非情。那么他修成佛了，是没有这种情感，而得到啊这个大圆净智，啊，得到大圆净智，所以说即非情。本来佛以前也是个众生，众生就是有情，以有情修成了非情，即深即广。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说的这个佛的深呢，是无始无终的，所以这深，它是大而无外的，所以呀，说是广，即因即果，说佛在因地一修行的时候，初发心变成正觉，所以呀，这即因即果，即三身，三身呢，就是法身、报身、应身，即实身。这个实身呢，也就三身的分而言之是实身，合而言之就是三身，所以这个三身也就包括这个实身，实身也就是啊这个三身的一种变化，所以说即三身即实身。这个这一段文呢，就是详细解释啊是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就是就简单一点来解释的。通义无外法界深云，以此深云遍前十处常说华严，是之回说报身，在柴九境要说报说，回说报身在于净土，要言摄说，同一无碍法界深云。这个毗卢遮那佛啊，他和释迦牟尼佛都是用这个同义无碍法界深云，是法界、离法界、是理无碍法界、是事无碍法界，用这个这种无碍的法界深云来啊，言说这个妙法，以此深云，用这个无碍深云呢，遍前十处常说华严，他呀，编满前面所说这个时候和这个处所，常常啊讲说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之回说报身，在柴九境要舍报说，因为这个，所以啊你应该知道回说报身，或者呀有的经上或者论上说这个佛的报身在柴九境，在这个柴九境啊这个地方啊，来证得一切智，这是啊要舍报说，这是啊
要着根据这个舍报身说的这种说法，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大乘起信论》上说的，他说又是菩萨功德成满，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做行菩萨道的时候功德成满，于色九境处，与这个色九境啊这个地方啊就无色了，无色就是色九境，是一切世间最高大神，他呀现世啊世间最高大神啊，就是这个如舍挪佛，毗卢遮挪佛身也是大身，圆满报身如舍挪佛身也是大身，以一念相应会，用一念这个相应的这种智慧，无明顿净啊，他这个无明顿净了，怎么会无明顿净呢？就因为这一念相应会啊，一念相应会呀、就把这个无明顿尽了，这就怎么样子呢？怎么样才能有一念相应会呢？所以让修道参禅的人，参禅就是啊找这个一念相应会啊，顿断这无明，顿断这无明了才能啊得到一切的种子啊，你得到一切种子了，自然就有一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人的力量，这是啊这个说佛这个报身，要这报身来说的。回说报身在于净度，要引舍说，回者呀、说这个佛的报身在其他的这个净度啊，来啊转大法轮教化众生，这是啊要引说，就是引证，引证啊其他的这个净度啊的佛来证明啊这个佛的报身呢、不是单单在这个国度，也在其他的这个净度在那说法，这要引舍说，引就是引证这个这件事来说，证明这件事来说的。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讲很久了，但是也常常忘，讲上经了就把这个事忘了，讲上事就把经忘了，因为没有到这个理就是事，即事就是理这种境界上。咱们现在这种境界，也一也就是一，多也就是多，理也就是理，事也就是事，不是说理就是事，事就是理，还没有到这种的圆融无碍的境界上。所以啊我想说很久了，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我很痛心，你们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想一想看是什么事情令我很痛心，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又都打起妄想来了，这些个人又都打起妄想来了。有一个人说知道，因为我们不守规矩。有一个人呢，说了，说因为我犯了过错，因为我不听话。有一个人说啊，因为我偷着吃东西。很多人打这么多妄想，你们这个妄想打的都不对了。今天呢，不论我有他心痛没有他心痛，我知道你们完全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我这个痛心的事情呢，是因为天天因为有人给我拿这个饮料啊，这饮的东西啊，就单单去做这个东西啊，不来随喜功课，我想呢，这是我很大的罪业。那么做早晚功课，这是很难得的这种因缘，所以呀、都要争先恐后，不要因为我一个人呢把这功课都耽误了。那么因为我给我预备这个饮料啊，就不能同着大家来随喜做功课，这我心里啊觉得很惭愧，所以呢我不希望因为我一个人呢令他把这个所应该做的功课都耽误了，所以这一样事情呢我很痛心的，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道德，令旁人没有机会修行，这我是觉得很惭愧的。我希望果到以后呢，还是到这个做功课的时候呢，随着来做功课，可以再早一点把这个拿到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不必单单等着来为我一个人呢令的这个规矩也不好，是这个我自己心里也觉得很痛心。回首舍罗说千叶花舍二地说，回说舍罗，这个舍罗就是卢舍罗圆满报身卢舍罗佛，卢舍罗是在那个梵网经上的说法主，在梵网经上说，我今卢舍罗封作莲花台，周匝千华上浮现千尺家，一花百一果，一果一十家。这是啊，在梵网经上啊开始的几句寄诵，他说我今卢舍罗，我现在这个卢舍罗佛方坐莲花台，方就是正在坐这个莲花台，周匝千华上坐的那个千叶宝莲，在这个千叶宝莲花上，在这个千花台上边，每一个花又现出来百亿果，现出百亿那么个果度，一果一十家，每一个果啊果度啊，有一个是有一位释迦牟尼佛在那儿啊说法教化众生，所以说一果一十家。这是说的这个卢舍罗做千叶莲，这是说的二地，说这个二地说的二地初地呢，他做的是百叶莲花百叶莲花，二弟呢就做了千叶莲花，
他那个莲花就千叶。三弟呢，三弟呀、啊、他那个莲花就是万叶了。四弟所做的莲花就是一叶那么多的莲花叶。五弟做的莲花呢就是千亿叶那么多的那么大的莲花。六弟所做的那个莲花就百千亿了，百千亿啊那么多的莲花。七弟所做的那个莲花就百千万亿挪又脱了，挪又脱、啊、那么多的莲花他所做的。八弟做的呢就百千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那么多的莲花。九弟所做的呢更大了，百千万亿恶僧祇国度微尘数那么多的莲花。十弟就做这个十不可说百千亿摩诃陀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这个莲花。这是啊上边所说这个是啊卢舍这个舍挪卢舍挪佛他做千叶莲。这是这个舍二弟说在二弟这个井地上说的。